同学们早安，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讨论活动本里面的练习，但是由于你们没有活动本，所以老师呢就用活动本复印练习给你们做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单元十一，我做得到。一，和和气气多美好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，根据课文，我们的哪些动作可以表示对人有礼貌？写一写。好，那么来我们看一下，你们读过了课文之后，你们已经知道了哪些动作是对人有礼貌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来看例子。好，你看第一个例子，握手。哦，握握手，这图片是握握手。好，第一个，你看两个小女孩，两个小学生，哦，在做什么呢？他们的动作，第二个图片，这小女孩遇见老师的时候，她向老师请安，她说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。哦，你看，同学见面说声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拉拉手。好，这个图片是拉拉手。这个图片是拉拉手。见到老师说声早，您早，您早，招招手。好，你看，两位同学见到老师就说您早，您早，然后他们的动作是招招手，招招手。朋友相助点点头，谢谢，谢谢，握握手。好，这两个同学，哦，是，这两个同学的动作是握握手，握握手。好，所以老师已经跟你们说了，哦，那么第一个是拉拉手，第二个呢？答对了，哦，第二个是招招手，啊，招招手。好，同学们答对了吗？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的，根据课文，在横线上填写适合的词语。好，跟着老师一起读。一，早上见到老师，我说，啊，说什么呢？你见到老师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？早安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根据课文呢，不是早安，应该是什么呢？第二，见到同学时，我说，好，你见到同学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？第三，朋友真心什么，我向他说谢谢。好，朋友真心的对你怎样，你向他说谢谢呢？好，来，我们再看
因为它要根据课文，所以我们来看根据课文。好，刚才第一题哦，见到老师说声早，您早，您早。所以早上见到老师，我说。对了，很好，您早哦，您早。那么见到同学时，我说什么呢？好，同学见面说声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所以见到同学时，我说你好。朋友真心什么？我向他说谢谢。朋友相助，点点头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朋友真心相助，我向他说谢谢。好，同学们，你们答对了吗？没关系，如果你答错的话，没关系，老师就教你了。那么你把答案写下去吧。